正光儿主的小朋友，大家早安！很开心今天又在线上在一起敬拜我们的神。哇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在五月开始有线上聚会、线上崇拜。哇，时间快到我们恢复实体的聚会，还是你们就这周也是要开学。亲爱的，我们儿主的小朋友，你们开学的准备都 OK 吧？我相信我们的儿主的小朋友都是很棒的小朋友。今天早晨我们凯婷老师为我们聚会的祷告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双手合起来一起来祷告。 Hello， 各位小朋友好，我是凯婷老师，是不是好久不见了？嗨，好，我们要来为我们的聚会来做祷告咯。请大家双手合十，眼睛闭起来，听着凯婷老师的祷告哟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早晨的时候来敬拜你。我们为我们以下聚会的时间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场所，我们都能够来经历你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来陪伴着我们，为我们在家中可以来经历你，可以来听见你，可以来跟随你。求你来看顾我们以下聚会的时间，让我们能够在聚会的时候来经历你，更多的认识你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哇，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记得吗？我们这个时代、这个世界，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是谁？谁？对，我们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。今天早晨，我们用最大的喜乐的心，最大声来跳赞美，永恒唯一的盼望，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一起来哦！我们一起来唱。一起来唱背我们的主，有一位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。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，耶稣是永恒唯一盼望。有一位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。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
刚刚唱的真的很棒，唯一的盼望就是谁？我们的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来大声来呼喊说：耶稣，耶稣！哇，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，牧师也是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。求你充满我，准备好了吗？一起跳来敬拜我们的主，一起来哦！亲爱的小朋友，哇，刚刚有跳舞的，还有唱诗歌的，有没有？主耶稣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主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，阿们。是的，我们有一个盼望，就是从早晨到夜晚敬拜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我爱你，我每天每天对你说，主耶稣，我爱你。从小时候来学习
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今天早晨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耶稣，然后对我们的主耶稣说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从早晨到夜晚，一起来呀。开眼睛，渴望聆听你声音，心中思想你的好，更多与你来亲近。紧紧跟随你，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我
哇，亲爱的小朋友，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我们可能有下礼拜我们回复我们的实体的聚会，这聚会的时候我们亲爱的小朋友在一起，我们共用更喜乐的心，更有感恩的心来敬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创造万物与我们同在的独一的真神。谢谢你今早晨与我们同在，虽然我们今天也不能聚在一起敬拜你，但是我们线上来一起与你连结来敬拜你。求神，我们从我们的主你的小朋友们，也是从早晨到夜晚对你说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我们每位主你所爱的小朋友，来你的恩膏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以下的时间还在恭敬的我们仰望在我们主耶稣的手中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阿们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接下来一起宣告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，我们也是举起我们的圣洁的右手来宣告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，一起来啊！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承运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，阿们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是可能是我们在儿组的最后一天的，有一位姐姐，我们谢静怡小朋友为我们祷告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因为谢静怡小朋友是下礼拜就开始上国中，我们离开儿组，舍不得他要离开儿组，但是他也是成长了，上青少年，也是上我们的学生牧区，还是我们谢静怡小朋友为我们最后我们儿组的祷告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双手合起来，低头，闭上我们眼睛，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保守我们身体健康，也谢谢你让这次疫情减缓许多，让我们可以去学校上课。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哇，亲爱的小朋友，今天的金句也是诗篇65篇第四节，诗篇65篇第四节的时候，我们邀请了朵亚哥哥、汉曼哥哥、雅怡姐姐还有圣文姐姐，我们拍拍手欢迎他们来。嗨，各位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朵亚哥哥，再等我5分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雅怡姐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圣文姐姐。朵哥哥，朵哥哥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玩什么游戏？等我3分钟，等我3分钟。3分钟。不对啊，赢了。都快开学了，你还在玩游戏？什么？快开学了吗？快开学了。朵哥哥，你的暑假作业完成了吗？暑假作业早就完成了啦。虽然我忘记开学的时间，但是我都预备好我的心，也说好我的心情，准备要来上课咯。太棒了，我们接下来要开学了，但是呢回到学校我们还是要注意防疫哦。没错，要记得戴口罩、勤洗手、消毒，还要记得保持社交距离。没错。等一下，吃午饭的时候，吃午餐的时候一定要把口罩拿下来呀，这样才能吃饭。但是，哎，姐姐，我知道，这边挖一个洞就可以吃了。好帅哦，挖一个洞，太酷了吧！但是你想找同学聊天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还是要把口罩带回去。带回去。这样的话，你的口水才不会跑到别人的营养午餐里面。那各位小朋友，我考考你们一个问题哦。当你们放学回家后，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？打开电视。不对不对不对，一定是因为肚子饿了，所以赶快问妈妈有没有东西可以吃。哇，好啊，欸，再想想再想想，脱掉鞋子。我知道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把臭袜子丢到洗衣篮里。这也是，但是呢回到家第一件事情要赶快回去厕所里面洗手，把手上的细菌都洗掉，这样才不会把细菌带回家哦。只要大家一步一步慢慢来，遵守防疫的规则，就可以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哦。圣文姐姐、雅怡姐姐，我们今天要来做些什么呢？当然有我们的经文时间啦。那还有我们的唱唱跳跳。还有好玩的游戏时间啦。最后就是我们的有奖征答咯。如果知道答案的就可以在底下留言，就可以得到精美小礼物。虽然大家都得到好多了，但是礼物不嫌多。真的，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 Go Go Go， 各位小朋友，到达我们的经文时间咯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5篇4节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、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诗篇65篇4节，让我们再来一次哦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的居所、
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，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诗篇六十五篇四节，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。嗨，各位小朋友，来到我们的游戏时间啦！有看到这个吗？这是我们今天的游戏哦，这是抽抽乐、叠叠乐。家里有吗？这个游戏的玩法就是，我们现在一二三四五，前面五排不能抽哦。那假如说我开始，那我们就用顺时钟的方式，我玩过后接毒药哥哥，再接圣文姐姐。我抽一根，毒药哥哥抽一根，圣文姐姐抽一根。那看看最后谁让这一个叠叠乐倒了，他就输咯。第二轮的时候，我们会指定颜色，例如说我要毒药哥哥抽绿色，然后毒药哥哥就会指定圣文姐姐抽什么颜色，然后以此类推哦。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游戏吧， Go Go！都一根，我觉得可以。哇！下面是陈，圣文姐姐，圣文姐姐，圣文姐姐，哇，来接受今天的惩罚吧。各位小朋友，让我们来到第二轮了。现在可以指定颜色哦，我要夺要哥哥抽黑色，黑色的。我指定圣文姐姐抽绿色的。那就来个不一样的肤色吧。那我要多要哥哥肤色的。圣文姐姐抽黑色的。那雅姐姐再抽个肤色的吧。要哥哥抽个绿的吧。好，我抽绿的。那呀，圣文姐姐抽肤色的。那呀，姐姐再抽个绿色的。所以啦，我抽下面的。下面的。哦，这个好紧啊。好像有点紧哦。好像有点紧哎。雅姐姐，不要玩那么大吗？
Green Green Man。 哇，好漂亮呢。朵耀哥哥，你的额头怎么空空的？太光滑了。Winner。 皮肤真好，闪闪发亮。哎呀，好啦，别闹了，别闹了啊！小朋友，现在进入我们的有奖征答时间喽。我们有请雅逸姐姐帮我们出题。来吧，来吧，来挑战吧。你所拣选是他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今天出这么难啊？太难了吧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我们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呀呀呀！好，第一题哦，第一题哦，第一题啊！你所拣选是他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。选择题：一，来福；二，美福；三，家乐福。知足了，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。看来就是第三了啦！聪明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答案吗？知道的话，记得在留言区底下帮我们留言哦。好，各位小朋友，你们还是要注意，要勤洗手，戴口罩，保持社交的距离。嗯，很好。那九月份呢，希望我们第一周就可以恢复实体聚会了。我们要祷告，希望可以赶快和大家见面哦。耶！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大家下礼拜见。我是雅逸姐姐，我是朵耀哥哥，我是圣文姐姐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小朋友平安，诗篇六十五篇四节说，诗篇六十五篇四节说，你所拣选，你所拣选，使他亲近你，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，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，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诗篇六十五篇四节说，诗篇六十五篇四节说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，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诗篇六十五篇四节说，诗篇六十五篇四节说，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，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亲近你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唱神真美好，一起来奉献。哇，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实体聚会的时候，你们这几个月的奉献带过来一起奉献，我们一起来唱神真美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常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你供应我们所有的一切，求你悦纳，也求你祝福孩子常有一颗感恩的心，常做你所喜悦的事。谢谢主耶稣，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哇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有暑假快要结束，我们希望我们儿族下礼拜开始恢复我们的实体的聚会，但是我们为了有防疫还有社交距离的关系，戴一个口罩，每个小朋友请洗手，然后呢，我们聚会的时候不能太静谧的，有需要一个空间，所以我们现目前我们儿组的小朋友的人数差不多，或者还是我家长也是我们的家人不太来实体的聚会，没关系，我们用线上继续一起参与我们儿组的一个敬拜活动，还是跟你们愿意来教会看牧师，还有我们所有的老师，还有其他的朋友，我们欢迎你们来。我们为了你们，就是有消毒我们各教室，然后服务堂教会不用担心哦，我们继续有戴个口罩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今天用校四点用 Google Meet 线上的一个活动，记得校四点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一个祷告文，我们主耶稣的祷告，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祷告，一起来祷告好不好？好吗？一起来啊！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去领受祝福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今天在线上还是在荧幕面前低头有祷告的主所爱的小朋友同在，他们的家人同在，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哇，亲爱的小朋友，这一周或者周三或者周二你们的开学，愿神祝福你们，下礼拜还有你们可以的话来实体的聚会，还有接下来小四点线上见啦。好，亲爱的小朋友，拜拜。